很荣幸请到了亚洲集团的总裁于美凤女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于美凤，这么做好事，我就让你赚钱更大，让你更出名。我问沈曼娟小姐，有什么话想要对杜瑞峰先生讲吗？美凤，可不可以你以为还是我等待一点？查某变心，这么简单的代志，你敢愿意搁动心接受我？吴全胜这样给力，我就无法动容。很多不，搞吴全胜弄人家出来，我越进我不好。莫怀疑，你只要打完这局，就别怪对你不客气。就当传过来处理掉。我相信于美凤阿杜人，我必然会好。你看啊，代志讲出来，就像他有好处。陈小姐，你讲，讲是对的，千万不要跟我讲对。我一定不相信，我一定让你继续压不住。一条思念的歌，想要来表达我心意，就算是对到海角天边，我嘛完全无要紧。一条想你的歌，想要来大声唱予你，原谅我含万袂晓讲出我爱你。永远无代无志，拢会想着你，几粒头壳想的全部拢是你。老在路边，看人拢双双又对对，为何我的心内这空虚？日日夜夜思思念念的心情，要安怎来表达阮对你的心？心肝袂平静，怀念你头鬃的香味，叫我安怎将你放袂记？一条思念的歌，想要来表达我心意，就算是对到海角天边，我嘛完全无要紧。一条想你的歌。